在开始今天影片之前呢，请打开你的 CC 字幕，顺便按下订阅、喜欢跟小铃铛，再顺便把这期影片分享出去，这样会比较好的观看体验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Zexis。哟，由于有观众留言说他跟 PTCG 不熟，所以我今天的影片就是一分钟介绍 PTCG。PTCG 呢，就是一个以宝可梦为主题的两人对战型卡片游戏。那很多设定呢，都忠于电玩原作，像是 PTCG 里面呢，游戏开始要先放6张奖励卡。一个宝可梦训练家也只能带6只宝可梦出门，那你跟对方对战的时候，只要把对方6只都打死，你就赢了。这个游戏也一样，你在跟对方对战的时候呢，打死对方一只，你可以抽一张奖励卡，6张奖励卡都抽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赢得这个游戏的胜利了。那游戏里面呢，会有不同的卡片啊，会有宝可梦卡，然后有能量卡，能量要贴在宝可梦身上，宝可梦才有办法使用它的招式。啊，游戏里面呢，会有各种的物品卡，可以叫宝可梦出来，可以交换对方的宝可梦。等等的，用来辅助自己的能力。最后呢，就是志愿者卡。志愿者卡片呢，每回只能发动一张，因为它有一些很 OP 的能力。游戏就是这个样子，两人对战，然后谁才是最强的？最后讲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也算是刚入坑玩家，没有那么专业，讲的有不清楚跟卡卡的地方，请大家多包涵。